从去年的金马到今年的金曲，就是整个心情轻松很多，然后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有一种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玩的感觉，因为我自己也玩在其中。等一下的开场可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啊，说我吗？还是大家？啊，哇，有呢，有可能一开始大家就想说，哎呦，干嘛啦？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可能会小吓到，对，对，希望可以好好表现。对，我们这一次告人这次参加金曲奖的穿搭和去年上一次参加不太一样，这一次比较选择一个稳重的穿搭的方式，全黑但有层次感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很紧张之外，就是也很期待。然后当然就是在后台，因为今天要担任那个颁奖人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有一套新的服装。很怕讲错话。对。三个吧。对，看今天选到谁喽。有哎、欸，今天带歌迷送我们的项链跟那个 pick。对，所以希望今天就是因为一直以来都非常谢谢歌迷们的支持，所以希望可以带他们给的物品一起上路，一起到颁奖台上上路。对，但是就是因为昨天也在整理歌迷给我们的卡片，就是一直以来没有这个习惯，所以就是看了特别感动，希望今天会有好的结果。对。哦，我们之前说如果得奖的话，会去麦当劳发一个奖发100个大麦克。所以四个奖就是400个大麦克但是我们对，但是不会造成店家困扰了，也要知道有没有先得。